曼表兄来后会发现所有的部分都装好了。嗨，太棒了，是霍尔曼来了。嗨，霍尔曼。来吧，伙计们，把列车开起来，车出站了。我们得除掉这个卑鄙的小人。可是你说我们怎么办呢？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有个主意，听啊。哇，你们这是谋杀！谋杀！你们这是谋杀！好吧，放吧，伙计们。老兄，借个火好吗？啊，真奇怪。嗯、啊。明明有东西过去，我神经太紧张了，我得放松一下。雄伟的大瀑布的确令人惊奇不止，请看。游出去！救命！救命！我要淹死了！救命！我变成一只鸡了！不不！上帝呀、啊！我变成老鼠了！哦，快要疯了！那么，医生，我变成一只鸡了，情况更糟了。我是老鼠吗？啊？哦，你也像只老鼠啊？哦，年轻人，你得的是巨鼠症。什么？哎，巨鼠症，完全正确。你说我是胆小如鼠吗？我冷酷的个性没有了吗？完全正确。哦，救救我，医生，救救我！好吧，你想恢复正常，唯一的办法是改变对老鼠的态度。你从前做尽坏事，你应该感到羞耻。哦，是的，医生，我照你说的去做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这个办法能揭开猫的嘴脸。真是妙极了！来了，福尔曼，回来继续开我们的火车吧。田尼普，拿下铁轨来。好的，先生，铁轨来了。我闻到老鼠的香味儿了。你们还想骗我呀？
像童话中讲的，那只猫真正的消失了。